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。正宗钢管厂，我曲小军，干串串界开山鼻祖，强势日出大温，满满的怀旧校园风。调料区高达十几种的配料，让客官们尽情搭配自己心中的完美蘸料。必须拥有名字的是店内扛把子牛羊大转盘，通通一起下锅，捞上一片肉，蘸上油碟，哇，达到了人生的巅峰。店家超级贴心，每种串串上都标明注释了下锅时间，确保客人可以品尝到食材的最佳滋味。店里拥有超过50多种的串串，无论荤素，一律0.5毛一串，便宜实惠，好吃不贵。吃串串必须要有满满一桌子的肉，看着才有满足感。看这 Q 弹的画面，我就问你，不香吗？小军干是店内的必吃招牌，每颗小军干都被切得精细 Q 脆弹牙，口齿留香。最后据说掰断60根签签就可以赢得每人一份冰粉。我的妈呀，告辞告辞。哇，感谢大喵给我们赢得冰粉，一个字就是爽。